OK。大家好，我叫 Helen。我和我的家人去加拿大。我们2004年夏天跟我一家四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去加拿大旅游。我们坐旅游大巴，去加拿大。有大巴公司带我们去地点。第一天我们去尼亚加拉瀑布，我们走了8个小时左右，真不习惯坐很久的车，真不舒服。每3-4个小时，车可以停给我们上厕所和吃饭。去到尼亚，尼亚加拉瀑布，我们要排队买票大选，比美国差不多，因为在美国，如果你想看看地点，一定得排队。第一夜我们去一个酒店，酒店没有热水，所以我去不惯。我妈妈要用咖啡机烧开水用来洗澡。第二天我们去这个 CN Tower， CN Tower 没有很多活动，可是你可以看下来加拿大的环境。第三天我们回家，早上我们6点起床，一起去回家。最后虽然我不习惯坐8个小时的车，也不习惯没有热水，可是加拿大的人对外国人很客气，比美国差不多。加拿大又漂亮又环境好，所以我对加拿大的印象很好。因为我和我的家人第一次旅游，所以如果可以再去，我